不宜轻听黎君。且敬畏之事，祖宗非独以备宿卫而已。PG 3442。其副官南征北伐，是常为先锋。是礼部新律三年者不外，用为其长，既有真学毅力，本中其无人再选。学者种志，奈何使以才武则之，而终以庸长弃之乎？调愿留部改为长三衙务遣，赵为秘书审政字，转教书郎。会朝廷欲令学者参用王安石三经义之说，知其上言。王氏三经律为新法第。